天后孙燕姿产下宝贝女儿后，26日被台湾媒体野生捕获，出现在台北街头。孙燕姿所属经纪公司表示，她这次除了来台工作，也特地为 JJ 林俊杰生日而来。孙燕姿与林俊杰同为新加坡歌手，两人惺惺相惜，一起合作的歌曲每首都是神曲，也因为想法很像变成好友。孙燕姿跟爸爸一行人先是到了饭店，之后马上上工，工作完回到饭店不忘买杯珍珠奶茶，刚换完衣服又马不停蹄到林俊杰的圣所为他庆生。之后孙燕姿晒出两人合照，逗趣的手指碰手指，重现遗体互相感应的画面。照片曝光后，粉丝纷纷夸两人超可爱，还说期待两人更多作品合作。而孙燕姿产后终于开工，让喜欢她的粉丝超级开心。唱片公司更透露，她接下来会陆续开始工作了，也将为2020的演唱会开始做准备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